就在某天早上打开朋友圈，看到你和陌生男的秀恩爱的照片，我至少拿着手机懵逼了三分钟的时间，感觉到被欺骗，跪在地上思绪万千，怎么办？我找到你的电话打给你说干就干，我问你为什么跟别人在一起，你说我是个好人，是我配不上你。What the fuck？把你装进我心里，赶快带走住进你心底，别再说我是个好人好吗，不想让你别别去怪人家，只是想要跟你在一起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同意，给我发了无数张好人卡，是个好人真的打扰啦，分手了没过多久，分手之后你第一时间又来找我喝酒，倒了一肚子的苦水听你忏悔，你说男人都是骗子，相信他们才是进了拐，不是这样的被否定所有结果，世上好男人千千万万，这其中也包括我，你说再也不相信爱情，善男人天下太平，你一饮而尽拿的却是一个空瓶。